Hello， 现场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南希乐团的主唱娜娜。今天非常开心，可以来到这个这么棒的这个车展的活动。而且我们南希乐团其实哈，不是只有娜娜一位嘛，对不对？啊，对对，我们是还有吉他手跟键盘手，然后我自己弹乌克丽丽这样。好，那么他们真的是一个创作型的乐团哦，大家真的要给他们多支持一下。而且今天唱的歌好像都收录在你的 EP 里面是吗？对对对，今天有带了一些来，然后里面收录了等一下要演唱的两首歌，都是非常青春非常可爱的歌。然后因为我们在春天发行嘛，这个 EP 想要带给大家就是一个勇气，就是去追寻你想要的事情，追寻你的理想，追寻你的爱情，这样子一个快乐的歌。好，我们娜娜呢唱完这首歌以后，我们就会简单来有奖问答一下。那么今天总共唱三首歌吗？三首歌，太棒，无三不成立。好，先把时间交给娜娜，第一首歌要为我们带来什么精彩曲目？第一首唱的这首歌就收入在我们 EP 里面的第一首歌，它叫做轻轻，就是很轻柔的微风的那个轻轻轻轻，所以讲话要温柔一点，轻轻。对，让我们用最轻的心情呢来欣赏由娜娜以及她乌克丽丽这个乐器带来最柔情的轻轻，掌声鼓励。然后这首歌曲呢想要讲的是一个大家可能有会有这种经验哦，譬如说你可能在路上等车，或是你在超市买东西，然后你突然一抬头可能看到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譬如说像我们刚看到很多很厉害的很性感的车展的女郎，或者说你看到了一个很帅的男生，然后呢在那个瞬间呢你觉得你的心啊好像轻轻的被偷走了，然后你觉得你的目光就是好像轻轻的被那个人带走的那种，觉得很悸动啊，那种屏息一瞬间的感觉。好，那希望这首歌呢，在这首歌里面大家可以感觉到那个心跳停下来一下下的那种轻轻的感觉。轻轻地走在我
白。谢谢。